给大家评测一下这个空洞骑士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帧数啊，非常的可怕，200多帧。打击感特别的好。这个游戏的手感还是挺不错的。哎，哈哈哈，Oh no！哎，我还不知道这个地方还可以加护盾呀！哎，这个打击感真的是很好，这个游戏。啊，这个帧数真的好可怕呀！他妈的，200多帧。永恒的国度。哦。我们可以就从他身边假装过去啊，他会对我们比一下中指。
我们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先完善一下。好像是走到头了。这个音乐也不错。哎呦，还会蹦跶。哎呦，哎呦呦，哎，哈哈。感觉这些虫子都蛮可爱的。苍蝇。
和基本上是230帧以上吧，这个帧数。